来自内部人士披露，武汉这次肺炎疫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里面披露了中共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以及中南海最高官员对疫情延误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中共绝密资料。爆料中，湖北县主官蒋指的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王岐山是指王岐山。蒋超良在1973年曾在王岐山负责的农业银行工作。内部消息，此次武汉瘟疫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按惯例规定，基层县以上医疗机构若有连续因同病因死亡三人以上者，需即刻及时上报国家传染病防控中心。武汉的医院也报到市里了，但是防控中心认为只是一般性问题，就压住了，没向国家防控中心上报，只是由市卫生计划委员会出面向武汉市政府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但这时候恰巧有网民在微博上爆料死人了，其中语言数据也确实有不真实不适当之处。武汉官方恐怕此网民爆料会引发社会恐慌，故让公安抓人，并官方辟谣封堵，同时统一媒体宣调口径不得妄议。此时武汉市政府并未引起重视，错失将病疫消灭在萌芽状态之最好时机，期间居然有地方官员为反正荆楚大地无传染病疫情之嫌，竟操作四万人同聚会餐之新闻，荒谬之极。之后病疫滋生繁衍，市里见事态严重，即报省里。湖北县主官蒋本为金融系统出身，系王岐山原农行班底，实无地方执政经验。他从吉林过渡到湖北任职，也只是为他最终去中央银行积攒功绩，故蒋遇事慌乱，请示岐山。岐山当年皆因非典上位，杀伐果断，守法霹雳，自然深谙其中关键，告知蒋氏封城即可。蒋随即上报中央请示可否，实为蒋要中央背书。如武汉封城引发各种连锁反应，湖北地方无责。经上回复，自酌情处理，将皮球踢回于蒋。无奈蒋本无封疆大吏之才，患得患失，又看重地方众议口碑，最终决定待湖北省两会结束后再封城。如此七天两会结束，武汉开始封城，但此时病疫已极端扩大。最可恶者，封城前五日期间，已有知情者得知即将封城，纷纷抱头鼠窜，不择手段。封城前七日内，共有150余万疑似病毒携带者流入全国各地，尤以沪广为甚。京都京业已查明，武汉封城前七日内共有16万疑似病毒携带者入京，县政满大街搜寻抓控，沽县局势几乎失控。专家预测，上海为接下来大爆发之首选，其他区域无法预测，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文经上暴怒，言此武汉瘟疫竟比川普对华贸易战伤害还甚，且有动摇根基之大忌，故高层当机立断，断指求全，仿当年非典至北京经验，医院只管鉴别，不再救治。开辟非正常区域，汇聚疑似病患集中管理，全国医疗援助疫区，同时军队介入，强力维持治安的同时，亦协助归拢疑似病毒携带者，强制集中，并通知全国其他各地方大员，如有雷同迹象，照此办理。